那我们现在要看什么？太空书。看太空屁屁超人。我要看咳嗽超人啊、哦！你看，那个是什么？让我看。这个是漫画、欸，嗯，好，这边你看啊、哦，它这太空船即将发射。你看他们是什么时间？开始倒数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，一起念。这个不是七啊，这个才是。那我们可以一起念吗？好。好，七、七、六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零，发射！呜！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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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啪！哦，没有啪了，啊，他就发射出去了。然后他说他，我想成为太空人。我想成为太空人。对呀、啊，那成为太空人。我想成为太空人。哦，那要怎么样？妈妈，我会念成。我想成为太空人。想，我想你，我带你说一个耳朵、嗯。我想成为太空人。哦，这样，你想成为太空人？哦、我以为你要说一个什么秘密耶，要爬到妈妈的耳朵去说。嗯。我想成为太空人。哦，这样、哦。那你也要变成太空人吗？我想成为太空人。好，那你对我说，你想成为太空人。你对我说，我想成为太空人。啊？那要长高才会变成太空人。对呀、啊，你今天又不吃菜菜。哦、嗯，你没有吃菜菜，不可以成为太空人的。嗯，啊，我说我很久才会吃很多才会长大，长超很高的，不是比你们一样高。你在讲什么？可以说再说一次吗？比太空人一样高啊！跟太空人一样高。哦。是跟，哦，跟爸爸一样大。答对了，就是这样。